我们今天讲十一讲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正像这个武则天啊做的这个偈子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么我们能够在这里听闻到阿弥陀佛的佛号，能够听的佛说无量寿经，那这就是无始劫中啊一起积累了众多的福报，才能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啊。所以说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听到佛号的，就能听闻佛号啊，是非常大的福报。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啊，天人听到了佛号，或者天人听到我们念佛号，或者听到其他人念佛号，殊胜的功德。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啊，他方国土诸佛菩萨众啊，他们啊，在佛号中，在佛光中，在阿弥陀佛的愿力中啊，所受益的地方啊，我们看啊，这四十八愿中啊，这个他方国土诸佛的众的这个愿力还是蛮多的啊，占这些条啊。就我们这个世界，那娑婆世界，占三条啊，占三条是最核心的啊，是本愿啊，本愿最核心的。这个每这个四十八愿啊，进行按这个受益者进行了，我进行了划分，大家有时间可以认真按这个角度来学习一下。听闻到阿弥陀佛的佛号啊，难不难呢？实际上非常难的，也就是说具足了福报才能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不过一旦听到佛号之后啊，那么啊，随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佛力的加持。那假设我们念佛，他方世界的菩萨听了阿弥陀佛的佛号有什么作用呢？那下面这个内容啊，就是啊，阿弥陀佛发愿啊，一旦他成佛了之后，那这个愿望啊就会实现。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已有十劫的时间了，所以这些所说的愿望对我们来讲就是事实，那对阿弥陀佛他发愿法藏比丘发愿的时候是愿望，那对我们现在呢是事实啊。因此啊，我们要深感啊这个啊荣耀或者荣幸啊，能够在这一世啊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那在未来末法时代啊，什么经典也听不到了啊，听佛经也听不到了啊，佛说只留啊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人们能听到跟佛有关系的名字啊，就是最重的病的时候用的最重的药啊。因为我原来呀也在讲这个佛说无量寿经，但是有时候啊听经的人啊，如果福报不具足，往往啊听到一定程度听不全，听不完呢。那幸好啊，就每次都能把四十八愿讲完啊，把最核心的讲完啊，后边呢都种种原因，哎呀讲不完啊，听不完。说的今天我说哎呀，我就又讲四十八愿，讲完四十八愿了，最核心的部分讲完了，
我说我们法师们都一定有福报啊，一定能把这个全经听完啊。所以说我们也发心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哎，我们都发菩提心，希望呢佛法呢能够弘扬啊，更多的人呢能够受益啊，能够受益啊。他方世界的诸佛世界的诸佛菩萨众啊，如果能听到佛的名号啊，受终之后常修梵行，直至成佛啊，这是第一个。那这个就是他方世界诸菩萨众啊，因为菩萨没有成佛，在修行过程中听到了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智不退转呐，直至成佛，这是第一个。啊，那我们看啊，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那在第四十一愿，这个名号有什么作用呢？啊，我仍然啊说，这叫闻我名号，就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已经超越了念诵佛号啊。念诵佛名啊，这只是能听到，就会能够诸根不能缺漏，实际上这就是所说的色庄严呐、啊，庄严的佛像啊，具足根者呀。那常常是我们在度人的时候啊，在出家修行的时候。好多如果诸根不具的话很难呢出家啊。那么在佛的经典中啊也有诸多的记载，所以对菩萨来讲能够出家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在身根上只要听着佛的名号啊，就不怕诸根不具足了啊。这是这个佛的四十一愿。我们看四十二愿啊，也是啊，在这里重点是闻我名号啊，记得清净解脱三位，住持三位，一发一清，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啊，而不失定义啊，若不尔者，不取正解。那这个三位是啊，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前面我们讲到啊，对菩萨众，对菩萨来讲最重要的修行就是供养诸佛啊。在《法华经》啊以及其他的经典，佛在给菩萨受记的时候，往往的受记他成佛的国土大小、时间长短，是跟他供养了多少亿佛、多少结佛是相应的，也就是说，菩萨如果能住这样清净的三位，啊，他在定中就可以供养诸佛，啊，就不用啊亲自用这个身根去跑到各个佛前去供佛去了，啊，那他的一个意念就可以供养无量诸佛，而不失定义。那如果展开的话，那他就是他的化身去供养诸佛了啊，而他啊在本国啊在本土中并不失那个定义啊，还在定中啊，一个念头起一念要供养诸佛，那所有的佛前就能显现他把香花灯烛衣服饮食都供养了，而且他还不用用出定，不用出定啊。有的时候啊，就是啊，诸佛呢正遍知，有的时候菩萨不一定是正遍知，但是菩萨也有这个他的愿力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就是佛这个观音菩萨这么忙，是吧？啊，三千大千世界，只要有危难，你念观音菩萨，他都会来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想，是不是太难了？我一念，是不是？他救我就不救别人了，是吧？太忙了，让不要有这样的担心啊！哎，因为菩萨啊，他的化身
啊，是按他的愿力来运行的，啊，就像这样他得到这个三位一样。甚至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化身已经到哪一个佛国了，但是这个供养就已经发生了。所以说我们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别怕是观音菩萨太忙了啊，观音菩萨可以化身无数。那他这化身就像普门品讲的一样啊，按照普门品上他的愿力，你的这样，只要你有这样的苦难危险啊，生死关头危难关头，只要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他的化身都会自然化现，也可能他不知道，但是他的化身就能够显现来救我们。好多人不太理解啊，我就说你们都玩过电子游戏啊，那电子游戏发明电子游戏写程序这个人，他写出来之后发给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玩电子游戏，但是写程序的人不一定知道你在玩，但是只要你玩这个电子游戏，它就按这里的规则来运行的啊，这样来理解啊。菩萨的化身无数啊，哎，它不是定义啊，一念经就可以供养啊诸佛了。在这里啊，要知道啊，这闻佛得到的清净三昧啊，那供养无量不可思议的诸佛世尊，供养是需要花灯香烛、衣服饮食、床饭毯盖这样的啊供具的，是吗？包括法供养也有，也是供具的。那这些供品的因果缘起是哪里来的呢？是如何化现的呢？这个功德是在哪里来的呢？啊，这个功德都是因为闻名得功德，正因为菩萨听到了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佛号里就具足了无量的功德、无量的供品，所以他方世界的佛菩萨才能在一发一心啊，就一个意念呢，就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所以说阿弥陀佛佛号里储存了多少功德，我们看是不是啊，无量的功德呀，就这一句佛号啊，就这样这么大的功德。因此啊，你看啊，所有都大德都称赞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啊，这佛号是个大秘法啊，都当咒来念，因为它确实是功德的总持啊，这一句佛号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人来讲，佛号的功德更多是显现在救度我们生死罪业上，就是我们临终的，是吧？那对他方世界的菩萨来讲，这个佛号就不仅是生死之罪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佛国的，已经在佛国，他们可能不一定发现到极乐世界，因为他自己就在佛国。这样的菩萨听了佛号之后，那这个佛号的功德就会啊变现成这无量的供品啊，供养无数诸佛。哎，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就是总持，就是陀罗尼，就是密咒啊。所以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功德是非常殊胜的。不是我打击大家啊，我们听了阿弥陀佛号能得清净解脱三昧吗？能不能得？有可能你得不了啊。哎，你这个不是菩萨众啊，如果菩萨众的话就会得到这样的功德。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号受终之后生尊贵家啊，若不尔者不去正觉。如果生了尊贵家啊，那么就这个尊贵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有利于弘法啊。所以说对他方国土的诸佛菩萨啊，如果闻了佛的名号啊，自然而然呢就会生尊贵家。
玄奘法师这个回国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看到一个老僧人在那打坐啊，这个老僧人说想跟玄奘法师学，玄奘法师年龄太大了，这个跟我学学不了，你走不了这么远路。他说你干脆到大唐的投胎去，投到皇家做我的弟子啊，挺好是吧？他好啊，他能把握了天下，一看都飞到他这个小国家没看过大阵势啊，一到唐朝那高楼大厦太多，他看一个大房子，哎，这很大，这应该是皇宫吧？结果一投是宰相家，不是皇宫，后面那个更高那个房子才是皇宫，要投错了，也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啊，就是这个，后来我们知道就是三车和尚啊，这三车和尚哎。在这个宰相家了，就是吃喝玩乐的，让他学佛，他根本就不学。这皇帝下命令说：“你必须得跟着一个玄奘法师学。”他说：“不学。”他说：“出三个条件，说你要给我配一车酒，配一车肉，配一车美女，我才出家。”玄奘法师说：“皇帝挺生气，说这不可以呀。”玄奘说：“你来，你给他配，那三车酒。”一车酒，一车肉，一车美女啊，给他拉到寺院。他一进寺院，一听寺院的钟声，一下子就开悟了，前世的种子成熟了。所以说，他三车酒肉美女都有钱了，然后他出家，成为玄奘法师一境的非常得力的大弟子啊，就三车和尚。他就是投错地方了，投在皇家，投在宰相家了。你看，想升尊贵家。修不好也不行啊，是吧？容易看错啊。但是他方国土的诸佛菩萨众，这听了阿弥陀佛的佛号，那么就不存在投错地方的问题了啊。就可以升尊贵家呀，啊，这样呢，按照自己的愿力，能够弘扬佛法啊。那升尊贵家呀，这本来是一个种子的问题，因缘的问题。不是你想投哪里就投哪里啊，你得跟这一家有因啊，有缘啊。要没有因没有缘，你造的因缘造的不好的话，那是报恩呢，是报怨，是吧？报恩报怨。我们都知道阿舍离的那个阿舍舍王的故事啊，韦提希夫人的故事是吧？那也是啊，韦提希夫人啊，她夫妻两个没有孩子。别人说哎呀，那个有个修行人在山上修行人呢、啊，哎，你就他跟你家有缘，能到你过到你家能投生，要不你没有孩子，哎，这个韦提希夫人她的这个，国王一想，哎呀，我得赶快要孩子，上去一看，这高僧也不圆寂呀、啊，是吗？就等着生小孩，这夫人年龄也大了，哎，生了。这个善巧心呐、啊，人都觉得自己聪明，哎，他给高僧喝的那个水给断了，是吗？高僧没水喝，圆寂了，走了，走了一投生，好，没投生他家，投生他家那兔子了，生过兔子，这怎么办呢？投生兔子，给兔子害死了，然后投生他家了，就我们所说的那个他的孩子二十世王，所以说这孩子带着这个怨气来。生下来就克他，就想害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是这样，是冤亲债主啊来的，就想投胎求个孩子，出来就想就有杀他的心，就想害他。结果这个冤冤相报嘛，他出来之后，把他父亲什么饿死了，是饿死了。他父亲是饿死的谁？饿死的那个什么啊一个。雪山修行的人啊，最后就是一个这样的因缘啊。所以说这个生尊贵家也不容易，是吗？因为有的人是来报恩的，有的人就是来什么抱怨的，抱怨的。那在这里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能他方世界的菩萨众听到这个佛号，那你投生到生尊贵家的因缘就不是你自己的福报因缘，而是阿弥陀佛佛号的因缘，让你能投胎到这一家啊，那这个因缘就超越了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因缘啊。所以说这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啊。
它是区别于你靠自己的因缘。第一个是靠你的那个神通力，是吧？然后投胎，是吧？也不准确啊，投不准啊，我们说。第二个呢是业力辗转，那更是冤，是冤是恩也很难分清。而这样的这个投胎啊，生尊贵家是靠佛的功德的生的尊贵家，这个呢就可以超越了个人的恩怨的一个投胎啊，那就会有利于下一世的弘法啊和利他了。这是这个43，我们看44。在这里呢，菩萨修行，那么我们知道菩萨修行都有需要具足智慧，也要具足福报。福报具足不具足智慧，智慧不具足福报，两点如果都不具足啊。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会形成菩萨的圆满。那在这里，如果能够听闻名字，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自然呢就具足了。那我们知道有些阿罗汉呢在佛陀那个时代，有些阿罗汉他解脱了，他达到无漏了，但是呢他福报不够，有些阿罗汉竟然是几天起不到时啊，饿的都要这个色身都要这个走了。那别人就问说，哎呀，他的正道无漏境界这么高境界，他怎么要不到起不到时呢？那就是说这个阿罗汉的福报不够，需要具足具足福报。那他方世界的菩萨众如果听到了阿弥陀佛的佛号，他就能补足自己的福报，福报小的福报增加了，如果智慧少的智慧就自然具足了。我们知道我们斋堂为什么要念准提咒呢，也是源于这个福报不具足的历史啊。过去乞食的一些行脚僧遇到两个情况不好解决，一个遇到没有福报，你到那你没有福报，你到那起不到时，那怎么办呢？临时抱佛脚，赶快念准提咒增加福报，在一起时什么就起到时了就像我们现在是原来这个没有滴滴打车的时候，想打车之前使劲念准提咒，念完之后一打车一招手，正好有个出租车来了，跟这差不多啊。这是一个难题。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好多人家都养狗啊，养恶犬呐，你乞食的时候这个狗会来咬你了，你说你打它犯了菩萨的慈悲心啊，不打它它真咬人呢，是吧？那怎么办呢？这个念准提咒可以降服恶犬。所以说入一般的这个有一定修行的人知道，入春庄之前念准提咒，这样的犬呢能相迎，恶犬也不至于乱吠咬人。所以说一般在乞食之前他们有修行的人知道有个技巧，都念准提咒然后乞食，慢慢一点点形成这个习惯了，就变成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念准提咒，将增加自己的一个福报。确实也是啊，如果福报不够的话，那你吃这种万家饭千家饭也是欠业障的，还是需要有这个福报啊。因为过去乞食的米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都是上超市或者商店买米，是吗？是一家的，过去不是那样啊，因为大家都起米，你起点小米，我起点高粱，你起点大米，最后都倒在缸里，所以做出那个饭是很多人家供养的，那所以叫千家饭呢。那你这不修行的话，你这个欠好多人家是吗？不是还一家的账，欠好几十家的，好几百家的这个账。所以说要这个好好修行啊，福报不够啊，念佛号或者念准提咒啊，念准提咒。
那他方世界他就不用念了，哎，他只要听到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这里很重要，听闻就可以了。所以有听闻就要有念的，而我们多念阿弥陀佛啊，多念阿弥陀佛。我们看46愿啊，这是啊，念不是念佛了啊，叫闻我名号的普等三昧啊，三昧啊。这是除了供佛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能够见到佛啊，见到圆觉，见到声闻，这本来也是一种自己增加福报的显现，增加福报的方法，本身它也是你啊以前修行的结果，啊，我们这一世能见到什么样的人，这样能见到什么样的法师，能不能见到圣者，实际上对我们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啊，我经常讲啊，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修行啊，经常与佛见面，啊，与圣人见面的，啊，这样呢就能得到他们的光明的加持。反过来，啊，来看这一点啊，那为什么阿弥陀佛会发这样的愿力，啊，让这个菩萨能等这样的普等三昧，能够经常见到一切诸佛呢？反过来讲，那就是有些人如果没有听到名号，他就不经常见或者见不到，是不是？那就说明见佛的重要性，也是说明菩萨是非常想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的，但是福报不够啊，见不到。那怎么办呢？哎，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具足了这样的三昧，他就能够常见一切诸佛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学经听经要正过来学，反过来学啊，从不同的角度来学。如果菩萨都认为见佛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性，重不重要呢？哎，我们经常到大殿里来跟佛在一起，是吧？啊，我们手机里也有佛的图像，有些人家里呀，也都供着佛啊。实际上，我们能够眼见诸佛的形象，也等于见佛的神身功德，啊，身功德呀，啊，这也是啊，啊，我们前世修来的福报，才能经常与佛见面。啊，什么是诸佛的法身呢？啊，身功德啊，说的这身功德，他的法功德就是我们读诵诸佛的经典，啊，念诵他们的名号，啊，就是与他的法身相见。啊，同样啊，听闻啊佛号，听闻经典啊，就跟他的意相应。这是需要福报的啊，这是需要福报的。那么对我们那个凡夫来讲，对于我们不是普通众，那对于我们那个凡夫来讲，对我们娑婆世界的来讲，那第45条对我们能够学到的知道的东西，就是见佛的重要性，而且见佛需要福报啊，哎，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请很多佛像啊，挂很多佛像，常常说你看哪个佛像看着你笑呢，是吗？你就请哪个佛像，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经验啊，就相信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啊，有因缘的，虽然是我们内心的投射啊，内心的投射，
从缘起的角度来讲，一定是我们与诸佛有缘。这个缘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那就是我们前世对佛的供养，所以这一世我们才能见到佛。正因为我们这是见到了佛，我们才能得到诸佛的加持，诸佛的智慧的示现，我们才能得到解脱分啊，得到解脱的方法，得到解脱的道路，而脱离苦海。这是一连续的一个因果。所以后边阿弥陀佛我会讲到阿弥陀佛的对这个愿力的总结中啊，总结的啊，作为大施主的重要性，就是供养的重要性啊，供养的重要性。所以说这个见无量诸佛的前提是供养，但是你没有供养，好像这里也说你没有关系啊，听着阿弥陀佛佛号就问题就解决了是吧？有好多人就说哎呀，这是，哎呀，这念十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了，他会不会去干坏事啊？是不是他就不修行了？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思考？你反过来这个事儿一样，比如说你看听闻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就可以见无量诸佛了，那是不是我就不用供养了？这不也见到了吗？哎，这都是谬论啊，就是就相互矛盾的一个论啊。比如说像一个人已经保送到清华大学了，是吧？一个学生，他说他哎，他是不会不学习呢？是吧？会不会？天天逃课呢？我们反过来很少有人能会因为他保送他到清华大学了他就逃课了，因为能被保送本来就是一个果呀，他的因一定是他的品质，他的习气习惯，他的学习成绩好，对不对？学习成绩好一定是因为他有个很好的习惯让他能很好的去学习呀，这是因果是连续的。所以说不可能保送到清华大学呢他就把那些习惯和习气，好的也叫习气，就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个人具足了十念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个果。为什么是个果呢？首先能听到佛号就是个果，你本身这一世你能听到佛是无量寿经，你能听到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这不是一个偶然，这是一个果，这是你已经积累了无数的这种福报供养，最后你这世你才能听到阿弥陀佛的一个佛号，这个是个果，这一点很重要。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因呐，这是一个果。就像呢，就是保送你到上大学，这是个果，不是个因。这一定是有很多前面那个你各种努力，对不对？人家才能保送你。所以说，我们能够遇到极乐世界，遇到净土法，能够听闻阿弥陀佛，能够念诵十句阿弥陀佛号，这个是个果，是无数修行的一个果的显现。这个果当然又是下一个的因呢、啊，往生极乐世界，这因果是啊，这个往往是这个因果是相叠加的。如果它是一个果的话，就像一个势力一样，这盆水已经泼出去了，是吧？你不可能再问，哎，我这水什么时候收回来会有什么不同啊？就是已经木已成舟。所以说，听闻到他方世界，听闻到阿弥陀佛的佛号，这是一个果，这个果又成为一个因，就是能够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这是阿弥陀佛对他方诸佛菩萨的慈悲。从我们这学来的呢，就是知道见菩萨之见佛的重要性啊。我们经常与佛见面的，有的人说啊，说的这个法师啊，说我观想不出来啊准提菩萨。我常常说，那你就是见的少，就见准提菩萨见的相少，你没有这个佛像，没有非常漂亮的佛像，你怎么观出来？你就见得少。我们想想，我们现在想自己的母亲父亲能不能想出来，是不是非常清晰就能想？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天天跟他们见面，就是见得多了嘛，是吧？没有人教你啊，你修行啊，观想自己母亲什么样，有人教吗？
没有人教，也没有人逼着你嘛，你不用修啊，就是啊，见得多，所以要多见佛呀，啊，你要修什么，你就多见他，啊，所以说的观想啊，什么是观想？什么观字是怎么写？啊，又见呢，你天天见，今天见完了，明天见，然后你就天天见了，就又见，就叫观啊，就没有什么。难的，我觉得就是见佛见少了。你把菩萨摆了，你不用修，你就看着，一天看五个小时，你看会怎么样？所以说学佛呀，啊，观想啊，就是想啊，就是你把佛当成母亲，天天跟他见面。哎，六世达赖喇嘛说那个，那个修本尊没有什么，就像你想情人那么想，你就修成了。他是这样比喻的。我们说哎。观想没有什么，所有人都能观想出自己母亲来，说明你每个人都有观想能力，就是你用心处不一样的。就是好像这个弘一法师的事，谁的事情我忘了，说一个那个一个学佛的，他在那画马，天天画马，天天想马。哎，有一天他在床上睡觉，一个人看着一看床上躺一只马，不是那个画家了。回来就跟弘一法师跟那个师傅说了，说你说这个怎么那个寺院的床上躺着马呢，是吧？后来大家给他叫醒了，他是天天画马，他就天天想马。然后那个大师说你看你可不能下马，再画马了，再画马你就投生为马了，天天想马。就是画什么？画佛像啊，就是我们要天天见什么？天天见佛是吗？啊，天天见。你看他方世界是多好的菩萨，听一句佛号就能天天见无量诸佛了，也不用请佛像是吧？我们请佛像有的时候除了大殿有佛像，我们自己的地方好像供佛像也供不了，那可以放在什么手机上啊，天天见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号，不计得智不退转者，不去正见。哎，这个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啊，只要听到这个佛号啊，马上就智不退转了。哎呀，这又超越了两大劫是吗？啊，智不退转到七地嘛。如果这个菩萨正好是刚到得道位，刚到初地，就听到阿弥陀佛佛号了，他就到七地啊。打个比方啊，那就实际上超越了一劫的，超越了一劫的时间，就可以得不退转了，不退转了。那从这个来讲，那这个愿力也不是给我们准备的啊，这是这个对他方世界的菩萨，给我们准备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了，然后啊就可以得到不退转了。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往生极乐世界得不退转。那他方世界的菩萨啊，诸菩萨。就可以在那个世界本身听到佛号，就可以得到不退转，这是差别。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十方众生需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得不退转啊，这是之间的这种差别。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我们看啊，这个四十六愿有些愿是跳着讲的啊，是国中菩萨愿啊。我们把这个简单讲一下，然后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那么第一个偈啊，是自成佛。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啊，这是自成佛愿。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那这个一定要有普济众苦啊，这个是利他的因缘啊。首先有解成缘呢，我们常说哎呀，我们能跟与谁解缘，但是只有缘分没有福分，就是跟他有缘分，但是听不到他讲法，这叫有缘什么？没有福分啊。那这个缘从哪来的呢？这个缘就是在成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不断的跟我们结缘。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
这个与阿弥陀佛结缘，产生阿弥陀净心呢，在无始劫中阿弥陀佛曾布施给我们，有这样的因缘我们才能听到，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定是有因缘的。所以说这个他要利他的因缘，这属于，那用什么来利他呢？这个利他的法缘，就是我们说有缘有福，那这个福呢，就是他要名声超十方，究竟有部分是不成等人啊，他用名号，他的佛号来利益与他有缘的众生。但这些不是空口只发愿才行啊，只发愿行，所以说他要不断的修行来成为大施主，来成无上道，来名声超十方啊，名声超十方。你看啊，常于大众中说法说狮子吼，供养一切佛啊，愿我功德力，思愿若科其思愿若科果，大千应感动啊。他说，如果这个愿望发的能够实现，那么就有给我一些预兆哈，是什么预兆啊？这是大地震动，天宇降华。啊，空中还听到声音，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啊，无上正觉。那有的时候我们呢，也想，哎，我们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怎么知道能不能实现呢？啊，也要求一些预兆。法藏比丘发完这个愿的话，如果这个愿能实现的话，啊，哎，那在世间自在王如来这里，那就应该有实现。结果呢，有这样的实现。所以说他的愿望叫地成不虚，不是空想，因为他这个愿望不是空想，是他看了21亿这样那么多的佛果总结出来的，就是原来就是有的，是吗？只是他是一个总结出来的，总结出来不是做了那空想，他是要学习的，学习了五劫，学了五劫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做，哎，才开始修行啊。后面我们明天要还要详细讲，他以不可思议一照永劫积之菩萨无量功德，用一照永劫的时间来把这个功德，前面我们说的三种功德啊，三种功德积累了。那么有个问题，大家可以这个带着问题来思考一下，我们知道一般菩萨需要三大阿僧底劫就可以成佛，对吧？啊，到初地之前啊，四加行啊，十善十净十回向是一劫啊。第二劫啊，从初地到五地至八地，第三地是五地到十地成佛，三劫就可以了。那为什么阿弥陀佛用这个照载永劫来积集这样无量的功德才成佛啊？这么长时间呢，修了一照劫他才成佛，别的菩萨三劫就成佛了，那他做那么多功德，修这么多功德干，为什么要修这么多功德？我们通过48愿就知道了这些功德是用来做什么的啊。这些功德我们算有多少个三劫三大恒地劫？无数个三大恒地劫，是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那儿能够去享受直接到不退转的原因，就是阿弥陀佛他把我们该修行的该存的钱他都给什么修完了，要不然他三大乘底下就成佛都好啊，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啊，要感恩啊。我们有时候常常羡慕别人是官二代啊，富二代，是吧？是，我要是官二代啊，我就当这个佛教协会会长啊，宗教局局长，一定要佛教如何如何啊！如果我要富二代的话，拿出几个亿给我们当院自愿盖好。其实我们都不用想，我们是佛二代，是吧？阿弥陀佛修了这么多啊，每个人都一份三大阿僧底劫的功德给你们，我们要不要？啊，要要的，要的方法就是认干爸爸，是吧？怎么认呢？他说你叫我师生爸爸我就认你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
而且阿弥陀佛他也是这样承诺的，所以我们念十句阿弥陀佛佛号啊，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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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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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前三句啊，就拜抱着痛苦的心来念，这娑婆世界多苦啊。后六句我们抱着欢喜心，是不是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了？能够得度了，所以说我们带着欢喜心、感恩心来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大家回想一下，愿以此功德为准提法，现前及当来，遍扬十方界，一切众生闻得无尽利益，善愿皆成就，往生佛净土，究竟成佛道。